你好，我是李诺亚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。在加州开店，如果有小偷到您的店里偷东西，但是他偷窃的物品金额不满950元，那么这个小偷就不会被定罪了。这就是加州的47号法案。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案，让许多小偷在被警方逮捕之后很快就获得释放，让小偷肆无忌惮继续行窃。华埠有许多的商家气愤地说，这根本是一个鼓励小偷的法案，报警根本没有用。最近华埠店家就发现有一个非裔游民天天堂而皇之地横扫华埠店家，他偷衣服、偷食物、偷药材、偷日常用品，警方即使逮捕他，却因为他得手的物品金额价值不到950元，不得不将他给放了。一名在华埠卖衣服的老板娘说，她已经无法统计每个月被偷了多少衣服。她说，就算报警了，警方抓到小偷了，小偷也很快就被放了。惯犯故技重施，让她防不胜防。华埠小偷猖獗，很多华裔的中老年人士也常常下手行窃。店家说，解决偷窃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废除47号提案。新闻继续关心，旧金山市长 London Bridge 计划要在旧金山30号码头停车场附近设立游民导航中心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爆争议，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声浪已经在网络上开战，双方都发起了网络募款。一向支持游民政策的 Salesforce 执行长 Mark Benioff 立刻捐出了$10,000，支持设立游民中心。住在附近的居民则是大力反对提案，决定要发起网络募款，要对市政府提出告诉。不止游民没有地方住，要在寸土寸金的湾区找到落脚之处真的不容易。为了增加房屋量，San Jose市政府计划要放宽机场建筑的高度限制。San Jose国际机场是南湾的交通枢纽，附近建筑物一直有高度限制。现在 San Jose 市府计划，市中心建筑可以上升5到35尺，在德瑞登车站中心一带的建筑高度也可以增加到70到150尺。如此一来， San Jose 等于新增加了860万平方尺的开发量，增加了$44亿的净建筑价值，新增年度地产税也将可以达到$550万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